好能穿。左手漂亮，右手传，会做饭的男人最性感。大家好，我是面，我又来了。昨日阿公跟我提重庆名菜来风鱼，今天打算把它做，麻辣鲜香，味不错。开干！现在老板娘买一条四斤的花篮，再洗一番菜。已经把我出家问过了，我们烧猪改刀就可以了。刮点黑膜，鱼肉切坨坨，大概那么大坨就可以了。鱼头剁碎备用。先腌制一下鱼，盐巴稍微多点哈，咸鱼淡肉哈，葱姜、料酒、胡椒粉，然后左手搅拌均匀，抓到鱼肉翻黏，红薯淀粉搞里头，先上一个锅芡啊，给它腌制15分钟，准备点配料，米食三件套，葱姜蒜，诶，还有个小米呢，大蒜稍微切下就可以了，大葱切成圈圈。泡椒泡椒，酸萝卜一个，剁碎。酸萝卜切成条条，干海椒切成圈圈，留一半炝油。阿哥，点火。要得，开干。没球了，没得事。锅烧菜籽油，再加入猪油，调成混合油。吃鱼就要混合油香哈。六成油往下花椒，放入所有草料，放入豆瓣酱，炒出红油，稍微多炒哈，炒出泡菜香味。炒2分钟以后，放入276克白糖，下入腌好的鱼块，快速的翻炒2下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哇，大火好像，放点陈醋、生抽。大火烧开就可以了，水开后马上勾芡，这样才嫩哈，不要煮久了。分2次勾，要得了，起锅，撒入干海椒、彤彤、蒜末、花椒、9成油和零油，趁热撒入葱花点缀，一份重庆江湖菜鼻祖来风鱼送给大家。我厚着脸皮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？谢谢大家。看你脸皮那么厚，我就跟了。那我也跟了哈，说哈。真的是。来哟，我请哦。要得，看看。上这个嫩嘟嘟的来风鱼啊，啊，看到点嫩哈。水开后马上就勾芡哈，不然就要老。哦，这个花椒放的多还是没？哎呀，打3次。咸鱼淡肉可以适量的放咸一点哈。这个咸其实还可以够厚一点哈。虽然我的碗比较大，沉淀一下，尝尝看哟。哦，哦，一会儿把吃点什么肉？啊，10块，11。我们这儿花了11斤哈，这个大头鱼，你们那儿卖好多牛？那鱼排，上上这酸了不？人家喜欢吃小小荤，你看完全没酸，没鱼搞不起。啊，来倒点去了。哦，哦，哦，好能吃。让我吃个鱼翅，鱼翅，让我还不还剩鱼哦，鱼翅，那个鱼翅，
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，要喜欢互动，相信观众们。我是阿明，我是阿哥，我们两个人掰了个掰，热得很。